家好，我是健乐，健康又快乐，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今天呢，其实要录制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 vlog 呢，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，就是经历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相信如果你有在面子书看到的话呢，这个 modify 吧，就他们呢，就是转载了我之前是在纽西兰打工，还有在马来西亚做白领的一个分别啊，然后呢就引起了少少的轰动吧，能够引起大家关注吧。纽西兰打工假期其实也不妨是一个好事，但是我想声明呢，就是打工假期跟跳飞机是两回事来的。打工假期绝对是一个合法的途径去外国体验生活，而不是纯粹打工赚钱的。昨天呢也是让我非常兴奋的一天呢，因为呢是在几天前呢，我就在面子书上看到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有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关于到是去到菲律宾那里呢，就是有两个星期一个 fully sponsor 去推广旅游业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我很幸运的那样在面子书看到这一个朋友的通知，然后我就立刻把我的这一个履历 resume 全部就是寄给他，然后在昨天的时候呢就被通知我被选为马来西亚有两位，然后我朋友是其中一位，然后我是最后的那一位，所以呢是非常幸运的。所以我昨天呢很快的就买了这一个去菲律宾马尼拉那里的飞机票，而且呢那时间是非常赶的，因为呢我今晚呢我即将会去泰国曼谷，然后呢我是在21号从泰国回来，23号我就要上飞机去马尼拉。其实这个东西呢也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，因为除了因为昨天的这个 modify 了让我的 YouTube subscriber 上升，让我的 Facebook like 上升，然后呢又有这一个好的消息让我去到菲律宾，然后就代表我有两个星期在菲律宾可以拍影片啦。 Bangkok Philippines I'm coming， 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，拜。